主料，大米50克，海鲜菇100克，鸡胸肉75克。辅料，清水700毫升，盐5克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鸡胸肉撕成细丝，海鲜菇洗净备用，大米洗净浸泡30分钟。泡好的大米加水煮开，转小火煮50分钟，放入海鲜菇和鸡丝，再煮5分钟，加盐调味，关火盛入满中，一碗鲜美的粥就做好了。烹饪技巧：一、大米浸泡一下再煮，味道香；二、出锅前还可以再爆些青菜叶；三、不能加味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